各位大德，各位爱花的菩萨们，大家好，阿弥陀佛。宋朝的王安石呢，他除了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执政就是做官的一个人呢那之外呢他也写下非常多有名的诗啊，比如说呢，我记得他有一首诗呢，他说：“终日看山不厌山，满山终须老山尖。”啊，那山花自开山常在，那山水自流山自闲。好，所以我们在王安石的这一首诗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对于大自然、对于山中的一种喜欢。啊，然后他提到呢，说他整天看山啊，那对山都没有怨倦，就是这么喜欢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观赏大自然、观赏这个山呢，我们会发觉呢，真的是静观自得。啊，所以我们借由王安石的这一首诗啊，那个他对于整个山中的山花啊，山中花开，那山中的水流，那山自然呈现一种很闲逸啊，一个非常悠闲的感觉呢。那我们来插作一件的作品。那我们知道呢，现在的时代，因为每个人都非常的忙碌，然后很少机会去接触大自然。我们会感觉就是，当我们接触大自然的时候，我们人会变得很稳定，然后很沉静。也变成心胸开阔的，然后也变成慈悲的。可是如果我们都是跟人接触久了之后，不知不觉的呢，我们会发觉跟人之间呢就会起了一个竞争的心啊。那有时候这个竞争的心呢就会伤害到彼此啊。所以人需要在这个人跟这个大自然中呢做一个平衡。好，所以我们今天用这样的一件作品啊来做这个静观自得。那之所以把这个名字也定成静观自得，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一件的这个陶器啊，这个陶哈、啊，那各位阿菩萨现在可以欣赏一下这个陶呢啊，它是还原烧哈、啊。那所谓的还原烧呢，就是它会呈现红色，就是因为它加了铁的关系啊。我们知道呢，你加了钴、加了铁、加了什么样的一个原料，它就会产生不同的色彩。那这个花器呢？它是加了铁。那所谓的还原烧呢，就是第一次呢先把这个陶呢烧到900度啊，900度之后呢，我们再把它降温降到差不多100度左右，再烧一次啊，再烧一次，烧到1280度啊，那这样就会形成所谓的还原烧啊，而且非常有特色哈。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有一点点带一点红铁的感觉的那个花器呢，那陶艺家呢把它取名叫静观自得啊，因为我们可以感觉上整个作品的稳定感啊，但是它有一种回眸，有一种冷静感的感觉哈、啊。好，那我们就借由这个静观自得这样的一个花器，那我们来表现呢，在比如说过年的时间，或者说做一些创作的作品的时候，可以怎么样的去运用它哈、啊？好，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呢，啊，我手上有这样的金狮子。好，当然其实如果平常的话，我们静观自得可以插一些比如说很自然的绿色的植物啊，可是呢，因为在过年期间刚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金色的饰质呢，那我们也可以用它来运用哈。好，那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花器啊插插看。好，我们可以用把它有一点点斜插过来。好，我们试试看这个角度哈。好，我让它再稍微的短一点点好了哈，因为有时候我们为了要配合这个画面呢，我们把它剪短一点点。好，那各位看到我现在用的这个金狮子呢，其实它是山中自然生产的一种山狮子。好，然后它在秋天的时候，秋天到冬天的时候呢，这个山狮子就成熟了。那成熟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拿来用它来插花。但是呢，它的果实哈会虽然是绿绿的，有时候会有点黑黑的啊，但那经过那个花市的这些商人呢，他们很用心的啊把它处理过啊，它就变成这样很美的一颗一颗的这个像金色的果实，这样一颗一颗的哈，而且很带有一种吉祥的感觉啊，所以这个花材呢在过年是非常受到很多人喜欢，而且很抢手的一个花材哈。好，那即使它剪下来这个枝呢都很漂亮，那都像珊瑚一样的美哈。好，那我把它稍微的修剪一点点哈，让它有重叠的，稍微修剪一点点。
边似乎是多了一些些哈，其实它已经是蛮少了啊，但是为了配合这个感觉，我们把它稍微修一下下。好，好，那我们看到这样的金色的三四字哈。好，那我在这个静观之德还原烧的这个器皿的旁边呢，我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平盘啊，因为这个平盘呢，在平常我们可能只是把它用来可以直接放置花啊，放置花哈。那因为它吃水的部分非常的浅哈。好，那我用我用让两个作品有一点点创作的感觉的哈，然后让它交叉交错在一起啊。比如说，我把这个跟这个啊互相的让它交错在一起啊，然后呢，也利用这一个金色的饰字去衬托这整个的花器的美啊，因为有时候呢。我们要导引人家看一个作品，比如说我希望人家去欣赏这件作品，那我呢就要用有一种特殊的一个情调跟感觉去把它这样带过来啊，所以当我这样一带过来之后，是不是感觉特别的会去注意这个花器啊？因为有些器皿它不是被拿来真的是用来插花的，它是用来欣赏的啊，然后观赏的哈。好，我把这边稍微的调整一下下。但是呢，有时候我们适当的去运用一些花材呢，其实它的效果也是蛮好的。好，那我在这个静观之德的这个下段呢，我加一点点绿色的植物哈，比如说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有一些这样小小只的这个川柳啊，因为在春天的时候呢，刚刚发芽哈，那你光看它的那个色彩就会觉得很感动。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呢。王安石他说山花落尽山常在啊，那山水空流山自闲哈，那我们可以感受到自然的一种稳定啊，然后它的那种节奏啊。好，那我把它用了一点点的这个这个川柳啊，让它感觉上更有一点点的深意啊，因为它这个部分呢，其实是一个很美的造型哈，但是我们要应用这个空间呢，做一点点的插花哈。好，那我们再看看加上这个川柳以后的感觉，是不是有一点点深意的感觉哈？而且透过这个画面呢，可以感受到整个器皿的一种优美哈。好，那我今天要用一个蛮特别的花啊，这个叫做我们有人叫它麒麟菊啊，也有人称它为。麦秆菊啊，因为它的枝干这样子的感觉哈。那这个麒麟菊、麦秆菊呢，它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像我们现在是碰到了水了啊，那碰到水它就会整个这样子收起来哈。那如果说呢，它是越干燥的，它可以做干燥花，而且它这个花都不会谢啊。那一般的话，我们在很多地方，在平常过去我们会看到很多人把这个花剪下来，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云南，我们发觉他们会种很多这个花，然后把它剪下来，然后剪下来之后就干燥，干燥它整朵花就会打开来，打开来，然后他们就会在上面撒一点点香水的味道，然后就可以放在一个袋子里面，变成我们放改变室内的芬芳味道的一个这个花哈，这个植物哈。好，那这个麦秆菊的颜色很多种啊，非常的多种色彩。那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有点粉白色的，很美的感觉哈。好，那我把它这朵花呢插在这一个，插一点点在这个地方哈。好，我把它调整一下下哈。那这个麦秆菊唯一的有一个比较的大的缺点就是呢，它的枝梗呢是不太吸水的哈。加上去也就因为它没有不吸水的关系呢，所以它干可以整朵做很长期的一个干燥花。好，把它这边放一朵朵这样小小的麦秆菊。好，那我们在下段呢再压一朵麦秆菊。好，所以其实呢，我们借由这个花呢，我们希望就是说呢，其实，在大自然中呢，
在任何的时刻啊，只要是适合的花材啊，那它来应用呢，都是非常的非常好的哈。好，那我现在把这个麦秆菊一点点插上去了，好，再把它修饰一下下，让这个叶子再少一点点。好，那我们插了两朵这样的麦秆菊。好，似有若无的感觉哈，很悠悠淡淡的感觉哈。好，那我在这个盘上面呢，我想放一点点的浮萍啊，因为这样的感觉呢，会让这个盘的感觉更好哈。好，比如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我现在呢啊，把这些小浮萍把它放上去啊，所以我们今天以王安石的这个诗哈。那个山花落尽山常在啊，那山水自流山自闲啊，这样的一个意境呢啊，去表现这个静观自得的感觉啊。那我们可以很深的感受到，即使在大自然中一个浮萍啊，我自己都很喜欢哈、啊，我都种了好多的浮萍啊，在这个四周的生活空间哈、啊。虽然有时候我的邻居会跟我说呢，好像怕我。养蚊会长蚊子啊什么的，但是对于这些水生植物的疼爱呢，我还是非常的坚持的哈。好，那我现在加了一些浮萍啊，那这个效果就会很好。但是呢，我们那个枝干的地方呢，哦，我再来做一点小小的修饰哈。比如说，我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这个川柳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川柳这个花材呢，它非常的怕湿水。非常的怕湿水，所以我们刚好可以刚好整个好像用置放的把它放在水里啊，放在水里，那它就会吸水性特别的好啊。因为有时候春天的嫩芽刚刚长出来的时候，很多的植物都很怕那个湿水啊。好，那我利用这些绿色的植物呢啊，把它装饰一下下啊。好，再放一点点的这个川柳啊，因为我们会看到那个婴儿小 baby 是这么的可爱哈，那同样的看到这些刚生出来的这些叶子，它也像那个小婴儿一样的可爱哈。好，那我这边把它布置好之后呢，我就放一朵这样的一个山茶花哈，因为放一朵这样的一个山茶哈，因为其实呢可以同样是用那个麦秆菊哈，不过我们也可以很有趣趣的，因为刚好有一只这样很美的这个山茶哈。好，那我在这边呢。把它用一点点的叶子修饰一下，啊，因为山茶这个花呢，它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它很不一定说是一定要把它拿来擦，哦，它也很适合直接呢把它放在水面上的感觉，哈，啊，这样的，一个作品呢，可以让你看到，这个上面的这个静观自得这件作品的一种美感，啊，那同样也是可以看到一个植物哈，置放在。盘器上的一种美，好，我让它的整个精神再好一些些，好，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哈，透过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好，那我们就把这件静观自得，把它展现一下下哈，好，那像这样的作品呢，当然我们不摆任何的饰品也可以哈，因为它本身就已经很特别了哈，不过我想在这件作品的旁边放一个这样的一个无尽藏。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呢，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竹子的，好，我用一个东西把它定一下下，那一块枯木，看一下枯木把它定一下下，无尽藏，好，那为了要凸显这个无尽藏这几个字呢，哈，我用一块的木头，我用一个叶子啊，把它这样子衬托一下下，让这个感觉呢。更表现出来。好，那我们在示范这个无尽藏的一边插的这个过程中呢，除了赏析王安石的这个诗的意境跟美感之外呢，让我在一边插作的过程中就想到一段非常唯美的记忆啊。我记得我有一次读大陆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余秋雨的书啊，他有一本书叫《风景》。我翻开了第一页，读到他叙述一件事情，我内心就受到很大的一个感动。那余秋雨先生他是这样子写的哈，他说他有一次刚好到蒙古的某一个地方啊，然后他刚好去看这个胡杨木啊，结果他说那天刚好是在黄昏的时候，那个胡杨木呢，因为那个暮色暮那个晚上接近黄昏的时候，那种暮霭的那个光线非常的
美，而且非常的浪漫迷离，而且呈现一种紫色的那种光的感觉。他深深的被这个胡杨木的美所深深的吸引住跟感动啊。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个余秋雨形容说，忽然看到有一位男士非常的瘦，而且非常的高啊，而且非常的帅气，然后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骑在一匹的白马上啊，然后非常快速的在奔驰啊。余秋雨说，本来是一个那么近的一个画面，忽然被一个这样一个很动的画面啊所那个划破那种宁静。那结果没有想到，那个马呢就后来就在余秋雨的背后停住了。那之所以停住的关系呢，就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一塘的水池，因为马跑了一段好长的路，所以他需要喝水啊。然后因为在喝水的时间呢，余秋雨就看了一下这个年轻的男孩子，长得这么帅这么漂亮的一个男孩子，然后他就问他说呢，你要做啥，你要去哪里啊？然后这个有什么事情，他说你怎么骑马骑这么快啊？结果他发觉这个又漂亮又帅气的男孩子呢，就回了他一句话说，没什么事。那余秋雨说，没什么事，为什么马骑这么快？他说呢，因为在那个帐篷里面打牌，刚好掉了一张牌，所以他必须要去市集上买一张牌啊。结果呢，他回答余秋雨之后呢，他又跨马而去，然后划破整个胡杨木的那种暮霭的那个整个那个晚霞的感觉啊。那余秋雨就在内心啊起了一个很深的一个震撼。他说，人呢常常为了那个目的地，那没有感受到那个过程的美啊。他说，那么美的一个胡杨木，然后一个这么美的一个少年，那这么美的一匹白马，那在整个蒙古的那个胡杨木林里面奔驰，但是他的目的地是为了买一张那个就是买一副扑克牌，因为他们在帐篷里面打牌少了一张牌，没有办法玩牌啊。所以人生的这个过程呢啊，有时候是比那个终点还更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借由这个静观自得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去感受到，就是说我们人生有时候我们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地，我们只是一直往前冲，我们都忘了我们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这个旅程中行程中点点滴滴的美啊。那期待啊，这样的一个静观自得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它对我们都是那么重要的。好，那接下来这一件作品呢那个我选用的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灯笼啊。那这个藤编的这个灯笼呢，是今年刚刚有出来的一个新的作品啊。那这个灯笼平常是我会在里面呢放上蜡烛，然后就可以用来点蜡烛，然后就在过年或者冷冷的冬天呢，它就可以冷冷的气候的时候，它就可以绽放出一点温暖的感觉啊。所以我也常常跟很多的朋友分享说，当天气很冷的时候啊，或者心情有一点忧郁或沮丧的时候，那屋子里面要有一点点那个蜡烛啊，有点光明的感觉，或者说把家里的灯开亮一点点啊，那或者是有一点点家里有一点点香味啊，如果你习惯焚香也可以，或者有点香精的味道，那能够让你的精神感觉上比较愉悦一点点啊，来改变这种很冷天气里面，因为人到了冬天了以后，很容易会整个意志比较消沉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外在的环境去改变自己啊，所以这个蜡烛呢常常在我的工作室啊，我就把它点起来，让屋子里面的情调感觉很好。那我们到了一个情调很好的地方或者情境很好的地方呢，我们就会很喜欢啊，然后心生欢喜啊。所以我常常跟很多的我们的老师啊，我们的同学分享说，我们到道场去插花，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个道场呢布置得很庄严啊，然后每个角落都要让人家看得很欢喜，那很多人就会喜欢来道场，那就可以亲近佛法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插花的人可以做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好，那我们今天继续前面的四字啊，因为我常常都是喜欢这样的习惯，就是买一把四字，然后做两件的作品哈。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四字就完全可以充分的应用，他会觉得啊、非常的非常的划得来哈。好，那这个金狮子呢，我现在把这个花器呢当做，把这个灯笼当做一个花器来应用啊，所以我们可以善用啊，比如说我们之前用的那个鸟笼啊，它可以用来插花啊，那也可以用来布置空间的情境的感觉哈。好，那我再用一只铁丝呢啊，帮它把它们彼此做一个固定啊。那像这样的一个现代的一个创作呢啊，其实它都是蛮有趣的哈、啊、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哈、啊、我们现在会觉得，在像我自己在学校里面会发觉呢，一些古老的艺术的社团呢一直都在减少哈、啊、比如说像书法社团呐、啊、还有一些画画的社团呐、啊、哈、啊、然后孩子都喜欢，最喜欢都是跳那个热门舞哈，因为发觉呢，哦，好多的孩子通通去报名参加那个热门舞蹈社哈，然后呢，这些很具有传统艺术文化的社团呢，我们就要想办法，哎，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们也喜欢？哎，我最近发觉呢，我在那个网络上看到，哎，有一位老师哦，他好特别哈，他在教那个学生画那个水墨水彩画的时候，水墨的时候，就中国的这个水墨的画呢，哎，他不是让他们真的画那个山水或者画花鸟，哎，他是让他们画一些什么龙猫啊，一些他们在电视上啊或者是卡通影片上面看到的一些漫画啦，一些那个卡通片里面的人物，哎，那我想这样子呢，小孩子们就会特别的喜欢哈。而且我看那个老师把他们那个学生画的东西都剖出来哈，那觉得非常的有趣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样保留传统艺术啊跟现代结合的啊，否则你教他画一些山水啦、花鸟，孩子可能还没有到那样的一个境界啊，因为太年轻了啊，太小了。可是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文化又不能怎样，又不能丧失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善用哈？好，我把它稍微的再减少一点点啊。当然我们在过年的期间呢，我们都希望这个果实是非常丰满的啊，因为果实有两个象征啊，一个象征好像有一点金玉满堂的感觉，那另外一个象征就象征一种多子多孙啊的感觉哈。好，那在中国的民间呢，在中国的一般的过年的时候呢，都喜欢子孙满堂哈，那多子多孙的感觉哈。虽然这个果实看起来有点重叠，不过没关系，因为我们希望呢啊金玉满堂，然后多子多孙哈。好，所以我们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金狮子哈。好，那接续前面的这个川柳哈，就是说我们常常是买一把的花啊，然后我就用这个川柳呢直接帮它做它的这个基盘啊，下段的啊。因为有时候如果说我们在插一件有经过染色的干材啊，比如说这个金狮子，它就是经过染色，而且它算是干材了哈。那我们全部都用一样是干材或者染色的东西呢在过年的时候运用哈、你会觉得那个作品看起来会有一点点俗气啊，不是那么的有深意啊。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两个花材呢，就是这个染色的植物呢跟有深意的这个花材合在一起，那就会破掉那样的一个比较感觉上比较没有深意哈，而且感觉比较不会那么俗气的。或者如果一件作品里面，如果你插的都是一些染色的或者干燥花，你就会觉得那个作品好像比较没有生气啊。好，那
为了让这个作品感觉上更加的缤纷哈，所以我选用一支的这个火焰百合，好像火焰百合哈。其实这个火焰百合真的好美哦啊，但是因为这个灯笼呢，它是这么的小小的一个而已啊，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用到很多朵，也许只用一朵或两朵哈。各位啊，不知道现在可以看到，因为我在这个灯笼的这个前半部分呢，我加了这个。穿柳之后呢，它就看起来很有深意哈，而且用它来插花好像也蛮别出心裁的哈。好，那我把这一支的这个，好，我们试试看哈，我看看啊。平常我喜欢插很素素淡淡的花啊啊，就像那个我常常喜欢引用啊郑板桥的诗里面讲哈，他形容竹子哈，他说一两三支竹竿啊，那四五六片竹叶啊，那自然疏疏淡淡，何必重重叠叠啊？那这是郑板桥对于竹，他画竹，常年画竹，他的一个感觉啊。那我记得王冕也有一首咏梅诗呢，他说：依稀寒雪沁寒坡，桃李漫山耐暑多。潇洒醉倚三两点，好花轻盈不须多。所以我有时候自己在插花的时候，我喜欢那个少少的感觉啊。不过在过年期间呢，我们倒是可以啊，稍微让花稍微缤纷一点点啊。所以各位阿菩萨看到呢，经过这个火焰百合啊这么鲜艳啊，能够明丽的这个花朵啊，那加上去做这个基盘之后呢，我们就会感受到呢啊，这个花呢它。看起来也很有喜气的感觉哈。好，那今天呢，我来做一个配饰哈。今年呢，有很多的师姐都送我这个很特别的这个一人一扇，那平平安安哈，就是他们用了这个苹果的造型啊，然后里面剪了一个安字哈。好，所以呢，我把它在这个作品上面吊一个这样的，好两。两个苹果啊，里面有个安字啊，代表了一种什么平平安安的感觉哈。好，那我这边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佛手啊，佛手呢，因为它的颜色呢，我觉得它跟这个这一个花器的感觉是很搭配的哈，所以我在这个旁边呢再配一个这样的一个佛手，好，这样的一个佛手挂哈。好，那我们借由一个也蛮有造型的啊，那也蛮有古典的意象的一个器皿哈，然后来插这件静观自得哈，从上一件的这个作品到这边到这件作品啊，那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一个花气啊，它的变化是无穷的啊，那就成了我们刚刚接续谈到那个余秋雨先生呢，在那个他的《风景》这本书呢，谈到的就是人常常是匆匆忙忙的往前走的，那忘了我们身边很可贵的人事物啊，就像我们人一生啊，我们一直很努力在工作上啊，或很努力在某一个区块上，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助缘，那很多人在成就我们的生命啊，那。随时能够让自己静观啊，那静坐下来啊，然后来省视自己啊，那感恩身边的所有的人事物啊，那愿此香华遍满十方，供养三宝，护法龙天，普熏众生，共入佛智，阿弥陀佛。